Ta sẽ ăn anh. Chứ mà đen xanh hẳn chẳng mà, sao khăn thấy phí phụ hẳn bài. Sao có chỗ chuyện mà? Hay sao bị hẳn bài rồi, bị giảm. It is dinner time, 没错，现在是 dinner time. Dinner time.其实说今天鸡汤也没有说真的就是鸡汤到哪里，就是你们也知道，就是偶尔会想跟你们讲一些比较不是闲聊的事情，这样就是比较没有那么 relax 的内容。我觉得变白了，是不是本人他会说话。 Hello 大家，阿潘要来边吃晚餐边跟你们闲聊。本人送的紫碗跟苹果糖，安大家准备和你们宵夜，跟就是个边吃东西然后边闲聊的状况。就是今天聊的内容比较不像平常那种真的很闲聊状态这样。好大碗沙，那他这样一盒，因为明天要量体重。是你想让你做，没什么。阿潘吃沙拉理由超简单，只有量体重能够让我屈服自己，只有要量体重这件事情能够让我乖乖吃沙拉，因为要量体重。总之，今天的内容就是一些比较算是。阿潘近期的想法吧，然后还有一些小故事这样。那你来吃沙拉好了，好吃好吃。今天有汤可以喝，有啊。也不算是多大碗的鸡汤啊，就是算不算鸡汤，算见仁见智吧。我觉得，如果我讲的话对你没有帮助的话，那就是汤。谁帮我白眼？就是你张晨晨，为什么帮我白眼？我看周子伦吃的东西热量都很低耶，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我每人都吃的比他还好。现在马婷送了新的送，谢谢空白送的小公主，很多个小公主，谢谢小白兔送的玫瑰，谢谢明送的玫瑰。有问啊，真的吗？又浪过你啊，又是浪欺负你了，又不是你的锅了，那这次又是谁的锅呀？但我觉得这个沙拉就是唯一有个比较难办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它没有很好搅拌，就没办法把它融合为一体的感觉，难搅拌这个是一个缺点。但我觉得除此之外它的味道真的蛮不错的。它是开宝箱哦。对吗？贝茶口奶超好喝啊。Hello 大家。在开讲鸡汤之前，我想先吃点东西。对，我们培养一下那个想喝汤的气氛。大家都吃饭了没？阿潘现在在吃饭，但其实我没有很饿，所以就挑了这个。
我这边有一些简单的卤味。刚睡醒也没有，趁边吃东西我来闲聊一下好了，就是昨天那张高美湿地的照片，就是关于那张照片是有点小故事的。对，那张照片是我的高中同学帮我拍的，然后就是想说跟你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发那样的一篇文。就那篇文应该要是在今年的年初，要么就是在年中发的，就是不应该是这个时间发的。可是我觉得如果真的在我设定的那个时间去发这篇文的话，反而会让我就是发不出来，就是我会不敢发这张照片。对，有170那张吗？对对对，就是那张背影其实是我的，其实那个算是晚霞了。然后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那没有修图，零修图，就是我只有套简单的滤镜，是就是我平常会套的一般的那种粉粉嫩嫩的滤镜而已。所以其实那个背景那个晚霞是真的，就是真正漂亮的高美湿地，就是我想让你们看看真正漂亮的高美湿地是那样子的状态，就是天气好的时候是真的这么美。违规？那里没有违规啊，那个是走到尽头就都可以下去不是吗？现在不能下去了吗？还是因为涨潮时间？我觉得是因为涨潮所以才不让一般人下去吧。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夏天，就是在只考完过两天然后过去那边，现在都不能下去。真的不能下去了吗？所以4年前是可以下去的是吧？就是因为适逢毕业季，就让我想起那个画面。然后就是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最近阿凡也没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就是想跟你们分享那个画面。然后那篇文也是自然而然产出来的，就是看到那个画面就自然而然产出那些话，所以没有，就是阿帕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是先请大家先不要担心。然后现在来讲一下那张照片的故事，就是那是在我高中毕业之后跟同学们，就是我们全班就出去班游，只有两个人没能到齐这样。然后这个我觉得你们应该就是绝对猜不到我接下来要讲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会说这张照片不是年初就是该要在年中的时候发呢？年中就是指7月的时候发，7月那时候发就是刚好呼应了就是我去的时间点。那年初的话是因为那个是某一个人的生日，就是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大家一起去旅行，对，最后一次，就是在那之后我们全班永远不可能会到齐了这样，就是一个有点小悲伤的故事。对，所以我去高美湿地就是会忍不住想起这件事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跟他出去旅行也是最后一次这样，懂了哈。所以我去高美湿地拍 MV 的时候其实心情很复杂，给我的回忆有好也有坏，这样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意味深长的地方，这样，所以才选择发了这篇文。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在，就是我觉得最应该发这篇文的时候把这张照片发出去，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就是一直活在那个情绪里这样。
我跟那个人其实没有很熟，说真的，我们没有很熟。对，这话题有点重，所以我决定用吃晚餐来缓和这件事情。就是它其实是已经是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了，这样，所以就是现在也没有说，就是讲起来也没有说那么的沉重。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跟他感情没有到特别好，对，那就是我也不想去，感觉很像在消费他，可是总之那个地方对我来说有很多回忆。然后再来讲讲，就是会说，之所以会说，就是那些话语很难以组织，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其实算是 MV 的拍 MV 的 Udabanashi， 然后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应该是没有，我不太喜欢讲这些，就是不太想让你们知道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今天就是借由这些小故事，然后去延伸出我接下来要讲的鸡汤，就是就是拍 MV 当中，我觉得你们好像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我是滑板组的，就是其实我是溜滑板的那一区，然后其实是因为就是我不会骑脚踏车，然后我也不会溜直排轮，然后我也不会溜滑板，然后就是最后是选择就是把我安排到滑板组这样，然后当然就是大家都很认真的练习，因为我们其实当中有蛮多人是学新手，就是第一次碰滑板，然后你们都知道就是我平衡感极度不好，就是我连脚踏车都不会，我怎么可能会滑板，对不对？然后就是好像有讲过的样子，就是就是那时候情绪也是非常复杂，就是第一次竞选吧，然后想要把所有事情都做好，然后光是一开始挑项目的时候，就是光一开始在安排运动项目的时候就已经很挫折了，那时候就已经傻傻子，就是阿潘什么都不会，没跌死厉害，对我要来讲我有跌死，我其实有跌死，就是我一个人在练习的时候，因为高美师弟大家如果有去踩点就会知道那边风极度大，然后就是那时候在练习滑板，然后就是我是那种很倔的人，我如果自己不会的东西我不会一直跟人家说我不会，你可以教我吗，就大家知道我脸皮薄吗，这一开也算是我很倔的地方，就是我想要慢慢改正的个性啦，然后我很倔，所以我决定就是要一直，对，就是跌一跤是要卡层，对对，我那时候就是一个人练习，然后突然一阵超强风吹来，然后那个滑板就直接飘飞出去，然后我就直接就是我觉得那一瞬间好像我看到人生跑马灯，然后就直接屁股着地，我就直接整个人恍惚，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飞起来，然后掉到地上这样。然后其实那当下就是有吓到，然后是瞬间就是爆哭的状态，可是就是我不想跟你们讲，我感受到高美师弟的风大，相机都被吹倒了，就是那当下是直接爆哭。就是我觉得应该多少给 staff 带来一些困扰，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对。所以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那当下还是要马上重整心情啦，因为马上就要继续拍摄了。因为就是顶多就只是吓到而已嘛，没什么，二十几岁就是被吓到而已，就没什么，然后就是继续重整心情这样。可是我觉得就是有带给 staff 们一些困扰，所以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样。你没有请到杰女神吗？就是没什么用啊，运动白痴啊。
所以就是现在《夕阳》这首歌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很特别意义在吧。除了在拍，除了拍摄地点跟拍摄内容以外，就是，嗯，原本因为滑板那件事情，然后让我其实就是那一整天都有点不在状况内，就是真的很，就是很一件让我还蛮后悔的事情，就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强，这样会希望说下次如果还能竞选白话，就是至少让自己在拍摄的时候再更有 kudoiski 一点，这样就算是摔倒了也不准哭。ウジマ突然变韩文，ウジマ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再强一点，这样。然后还有什么？哦，然后拍摄其实就是，而且那几天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我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就是还蛮累的状况。然后就是我想要试着就是不帮自己找借口吧。对，就是不帮自己找借口。然后后来到拍夕阳，就是把整个 MV 拍完的那一刻，其实就是有种放下大石头的感觉吧。虽然我觉得这样的心情很不对，可是那当下的确是这样。就是当最后一刻，就是我们在拍 MV 封面的时候，那是整个就是 MV 拍 MV 行程的最后一个行程，就是我们要拍封面。拍封面，然后就拍封面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站在那个叫什么啊，就是那个餐厅，那个景观餐厅那边，然后我们一起看着夕阳说，然后就好像我真的忘记是谁，可是突然有人说一句，就说突然觉得好想哭哦，真的，就是没来由的，然后。因为拍摄当中背景都会一直放那个，都会一直放看见夕阳嘛，所以那当下真的就是哇，这种哼的感觉，就是当看到夕阳慢慢落下的时候，就是我们16个人然后站在那边，然后突然有种哼的那种感觉，那个震撼感。原来花絮的表情是因为这样，不是想睡觉。嗯，有一部分这样，就是其实我真的不在状况内那两天，就是想要挽回的事情，可是反正事情就是过去了嘛，就是希望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可以再竞选的话，就是想要把这点再做得更好一点，这样。你。经验呢，在过程中学习的哟，阿里嘎多。这样讲算很失礼，但就是可能会让你们听了会觉得不开心吧。可是我觉得，就是自己现在的状况是。是，就是如果有四单，如果能够竞选拔的话，当然是最好。但我觉得我现在的状况是，就是
有一部分是 也算是对自己就是真的没有自信吧，就是我觉得自己应该是不会再竞选吧了，然后也同时也觉得说自己不竞选吧好像也不会这么难过，就是感觉得失心没有以前这么重这样。我觉得从以前开始吧，就是该怎么讲，就是有种我想上什么学校就上什么学校，就是我一直在帮自己留后路，然后一直把自己的人生经营得很安全很 safe， 所以就会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顺利，是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期望也不高吧，所以现在就是会觉得说反而这条路走得不顺遂反而好像蛮正常的，就是这条路如果不顺遂的话好像才有它的价值在，才不会有一种就是很空虚的感觉，因为其实以前就是因为一直在帮自己留后路嘛，就觉得我填志愿反正只要上个第二志愿就好，就是就算我真正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很高的志愿我也不会讲出来，因为我会怕别人嘲笑，就有点像那个吧，大家如果有看想见你就会知道，就是说三个愿望里面就是我永远都会把第三个愿望守住，就是永远不会让任何人知道，因为会自己帮自己留一条后路，然后第二个愿望跟第三个愿望一定是那种很切实能够达成的东西我才愿意讲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这条路反而走得不顺遂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就是也不会有什么怨言吧，反而会觉得这样好像才很正常吧，这样才是正常人的人生吧，平常心面对，先缓下脚步面对当前的挑战，尽力准备好安排，一定可以的。希望咯。反而觉得好像，也不是说不迫切啦，当然某些事情对我来说还是蛮迫切的。说一段就是我最近很喜欢的话，就是那个我最近很喜欢看罗兰朵，对，我很喜欢看罗兰朵，我没有成为潘兰朵，但我最近很喜欢看罗兰朵，就是我喜欢看罗兰朵讲的话，就是我觉得他讲话真的对我有蛮大的帮助吧，所以我最近就是有事没事就一直在看什么罗兰朵专访啊，罗兰朵的什么，我最近还有想说要不要去买他的书，对，就是罗兰朵他说了一句还蛮我很喜欢的话，他说不可以拿年龄当借口，因为我一直会说就是我的年纪怎样怎样啊，我几岁了所以不能怎样啊，我几岁了所以怎样怎样啊，他说世界上就是充斥着这样的人，那世界上充斥着这样的人不就是一直在限制自己的可能性吗，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我一个要改正的地方，就是不要再拿年龄来当借口，就是不会因为我在团里面年纪比较大所以我就比较没有可能性，不可能，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我长得这么幼好，总之就是我觉得不可以再帮自己找借口了吧，很多事尤其在社会中这还真的不是努力就能达成的，但我们就只知道努力就是努力咯，对啊，我觉得就是最近的心境就是这样吧，就是我觉得我有做出努力了，就是我可以实质的说出自己到底努力了什么，而我觉得现在的心境就是我觉得我不用去跟人家吹嘘说，也不是说吹嘘啦，就是我不用一直跟人家说我有努力了，我有努力了，就是
自己有没有努力都是自己该知道，而且本来就是走在人生路上，就是努力本来就是应该的，努力本来就是应该的。如果你努力的不够，不会就是努力的不够，不让人家看见你的成长的话，那你也没有资格说自己真的很努力了，因为一定有人比你更努力。这样，十三岁的脸孔，对不对？长得幼，我同意，是不是？我长得很幼，可以。年龄说只有不能长高的部分是对的啦。你是说不能再发育是对的？哦，对，这的确是对，那的确是会被年龄限制。我觉得最近的心境就是，就是努力的去听懂别人在说什么吧，然后试着去改变掉自己一些不必要的倔强，不必要的，就是不必要的坚持。这样，我觉得自己在走向那个方向，也不是说这样就是。有些人会说这样是社会化，但我觉得不是，是也不是，是我自己心甘情愿要变成那样，就是心甘情愿要去听人家的建议，然后心甘情愿要去改变自己的，所以就是我也不能说自己到底是往好还是往坏的方向走，但至少我愿意踏出那一步，就是我愿意去改变自己，就是有种就是我之前我们就是公司有曾经有上过那个就是类似心灵教育吗，就我也不太会讲，就是有曾经有请一些人物来给我们上过课，然后来跟我们聊聊天这样，然后他曾经讲了一段话我真的很喜欢，他说先要作为一个艺人之前要先做，就是尝试着做好一个人，就是你要先当一个好的人才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艺人这样，所以我现在正在往那个成为好的人的阶梯上慢慢走，对，我还是在慢慢走，我没有打算要奔跑，不好意思，可以慢慢来吗？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座各位有种看成长型，真的是成长型偶像哎、欸，真的是成长型偶像哦。对，然后最近我跟麻油出去吃饭，然后麻油说他确实的感受到我最近跳舞开始有那个欧欧达，然后开始就是跳舞变得好看了，我觉得超感动的。潘是好人啊，不是发卡。嗯，这个之前好像有分享过，印象很深，对吧？慢慢来就好了，一步一脚印才稳健。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偶尔想聊一下这种话题啦，这样我觉得可以跟他在一起成长很幸福，真的吗？一起成长呀，因为你让我们也成长了一些，咱们一起成长，大家一起长大，也不是说长大就不好，我觉得就是看你想长成怎样的大人吧，你也不就是像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就是感觉自己也变成了大人有点讨人厌，可是那也是你自己决定要变成那样的啊。所以麻油觉得阿潘之前跳舞很丑，不是那样，是麻油觉得我好像又进步了一些这样。Hello 大家。边吃卤味，好吃。
怎么跑出这么深刻的话题？做好自己最重要。嗯，我觉得大家没事也可以去看看流浪狗讲的话。哎、欸，我最近真的是各种看啊，我真的觉得他讲的话真的很有道理，就是他还有讲另外一段话，我觉得超有道理，就是他说，就是光做自己这件事情，他说，就是他先讲了一段很好笑的话，他说大家有想过 YouTube 的 You 是什么意思吗？那个 You 就是代表我 Lolando， 我觉得超好笑。可是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讲说，就是要请所有人把自己当成是自己那个故事里的主人公，所以要对自己有自信。就是他对自己这么有自信，就是因为他把自己当成自己故事里面的主人公，所以一直很努力的在生活。这样真的要变盘烂的了，我变盘烂的了。昨天看木曜才被安利一波，我真的很喜欢那种烂的。快要变迷妹了，糟糕！就觉得他讲话蛮有道理的。我今天就是这种，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状况吧。说实话讲鸡汤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讲的东西，就是感受到，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我们都不能见面，不是吗？然后原本说好的就是握手会要来鸡汤啊，然后握手会要做什么啊，好像都没办法达成了，所以就想说，就算我们见不到面，我们还是有办法用这种方式聊天，不是吗？可我以为我的故事一直是纯爱番，结果却是什么？结果你的故事是什么？什么？中二打龙吗？打龙番比较好吗？翻偶像的一切都是平日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觉得就是养成系偶像跟韩系偶像最大的不同就是像这样吧。就像我们现在也是什么活动都停摆啦，所以我们现在也是算是有点趁机放假嘛，就是也是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啦。然后像我学校也有像游泳课就停了，就是游泳课就会改变成别的上课方式，就没有办法下水，这样就是很多事情都在改变。但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天灾人祸，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可是我觉得就是可以趁这段时间好好的去，就是去整理自己吧，整理身为一个人的自己，这样不也是个好机会吗？大家可以缓下脚步。像你们每个礼拜都一直在跑活动啊，然后每个礼拜都在想着，哎，要换身血，今天要做什么，今天要做什么。虽然我知道饭偶像就是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慰藉嘛，就是至少你可以逃离现实生活啊什么的，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这就是他的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可是或许也有人，或许有的人也觉得这样带给他那么一些些的压力，不管是
经济上，不管是自己的心灵上，或许有些人觉得饭好像开始有一点压力，那这段时间刚好也可以好好的再审视一下自己，然后好好的去整理一下。你们懂的嘛，久别胜新婚不是小别胜新婚，久别胜新婚怎么回事，小别胜新婚，什么课都线上上课，那游泳课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泡浴缸吗？压力释放的时间，大家可以就是多一点自己的空间，不是很好吗？不用下水，那还要考25公尺吗？不用，都不用考了，赚到不是？阿潘这人脸神对哦，不要久别，不是久别，小别胜新婚，久病胜新欢，怎么连阿潘都讲错？哎，妹妹也讲错了，超好笑。就是小别胜新婚的这种感觉吧，我觉得可以去好好审视一下自己，不错啊。老师突然当起了直播主，原本来以为是吊带裤，但是没看到吊带。哦，你说我身上这件吗？这连身的一久别乘凉衣又久别，讲错了妹，讲错了，讲错了。然后就刚刚那个做自己的这个话题，虽然我觉得就是很常讲啦，可是怎么说，就像刚刚 CK 有讲的，就是这个社会上本来就是没有办法，说真的我们都知道自己不可能会是那 100% 当中那 1% 成功的那个人，而成功的定义也都是自己来的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剩下 99% 的人，包括你，包括我，什么你会成功我才不相信，不是啦，我是说我们99%嘛，好啊，我是说我们 99% 的人，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本来就是必须要去学习怎么跟人家相处吧，就是就算你有自己的信念，就算你有自己的想法，你也不能强迫别人去接受，本来就不能强迫别人去接受，就是你自己选择要当这样的人，但别人可以选择不要当你这样子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所以你不能强迫别人去接受你的想法吧，这样我觉得针对于最近某些事情，至于什么事情大家自行体会，谢谢。然后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嘛，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不想长大，你可能会觉得不想成为世上那种就是你觉得肮脏的大人，可是真正要成为哪一种人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可以不要成为肮脏的大人，你可以成为好的大人，可是最终会成为肮脏的大人的，大多都是没有办法坚持下去的人，不是吗？而且你搞不好看到的也只是他的表面，你觉得肮脏的那些大人，你看到的肮脏也只是表面，他其实心里也不可能是那样想，不一定会是那样想，他可能也觉得自己的外皮很恶心，但他也不得不披着吧，我觉得。我只会跟随你的铁刘海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都是自己选择的，没错，就是自己想改什么自己不想改什么，那都是自己一个一个做出来的选择，所以你也怨不得人吧，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迫于无奈，对，很多人迫于无奈就会去改变自己，可是你想想看，世界上很多伟人就像这边又是罗兰朵讲的话，笑死！我又要把罗兰朵都会讲出来，就是罗兰朵就是讲说，世界上有100个人否定你的话，那你有没有想过，可能那100个人都是错的呢？所以所有决定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你可以选择把那100个人都当成错的，然后坚持自我。可是大家都是迫于无奈。也有可能是我们真的意识到那100个人才是对的，所以我们选择跟那100个人走，变成那第101个人，这样看用什么角度看这件事情吧。可是不变的是，就是你自己要去深思，就是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要去想想看你自己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你的没有用的坚持，没有用的尊严，还是为了你真的很想坚持的某个信念而去讲出来的？就是这句话，就是你说出来跟别人沟通的话有没有用，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内心。就是这句话到底有没有任何意义，是取自于你的内心。那别人讲出来的话，你也要去想想看，别人为什么讲这句话，是因为他没有用的自尊，还是因为他有用的信念？你要去想想看，就是自己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跟他走？你为什么不跟他走？你要仔细的想清楚吧。我觉得就是前面讲的、啊、就是你要不要成为肮脏的大人是你自己选择的，但你认为的肮脏可能在某些人眼里也不见得是肮脏啊。自己不能否定自己的信念，但顺应环境有时是必须的。对的，阿汉今天好励志，我今天就是来灌你们糖的，给我喝下去，熊抱。也可以像他一样自己创造一个对的那个第一人，没错。世界上所有伟人都是大家跟他说，哎，你不可能啦，但他还是坚持做下去啦。可是你要想想看，你坚持做下去的话，你想得到的是什么？你想得到的是什么？对你来说真的有用吗？就是你要自己去深思过这些问题吧，自己想过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然后再去跟别人讲，讲出你想沟通的话语，这样。没有能力改变环境，还是脱颖而出，也只能适应或者淘汰。没错，灌到满出来了。有时候学会做些妥协和修正也是长大。对啊，就像有些问题，你如果硬要跟一个人沟通，然后他就是不想跟你沟通，那你为什么何必要这样强迫自己呢？与其希望别人改变，倒不如让自己变得更柔软，尽量去吸收，这也是一种方法。可是也要避免自己变成一颗橡皮球。就是橡皮球这个理论是学姐的朋友跟我说的，就是橡皮球这种东西，就是你越灌越多，越就是灌了越多气，它可以吸收很多的气，然后变得非常的有弹性，然后不会去伤害他人。可是总有一天你灌了太多，灌到最后一次爆掉，就再也回不来了。真的，我也学会放下，是不是？阿汉走，沟通，来呀、啊，来沟通啊，主任，来呀、啊，你是怎么来呀、举一个自己的例好了，就是当初啊，因为这边其实有一些东西是我原本想留到握手会讲的，但是我觉得握手会真的很久很久很久哎、欸，然后就是可能也有些人没有办法出席，我想说就是现在来讲一下好了，既然有这个机会，就是当初。大家还记得我 TPE 的时候，为什么我很晚才签约嘛？对不对？就是我是很久很久很久之后才签约，大家都开始练习，大家都开始有活动了，然后我才签约的。你们还记得吗？先清点库存，对啊，反正两个月后我还是会生出新的话题的。就是大家还记得我很晚才签约。我必须要说，当中有很多很多。个人的因素，环境的因素，就是有一些东西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说，就是我自己人生的规划要去考虑，还有毕竟要踏进这个圈子，就是你必须要去思考，会影响到不是只有你自己，会影响到的是身边所有的人。那当时也是各种吵架，我说真的就是各种吵架，就是双方没办法妥协的状况下，然后双方又很想要传达彼此的意见的时候，一定就会酿成吵架。这个东西就是一直碰撞，一直去碰撞。可是这边就是
就是有办法去验证我刚刚讲的东西，就是最后我决定还是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坚持来签这个约，因为我也说不上来，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说我签不签其实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就是最后会不会后悔都是看我自己。可是当我试着说出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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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的反面的论证，一直去想办法去说服自己说其实不签这个约好像也没关系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一直在排斥这件事情，一直在排斥，一直在排斥，一直在排斥。就是我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知道自己的人生中或许不需要这一纸合约，我知道我人生中或许不需要这一段经历，可是我觉得我不签我一定会后悔。就是那个心里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心里的一种感觉，就是我必须要在这里签下去。签下去，签下去，不是自愿意，我是说就是一种感觉。我很清楚我不签我人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还是有办法借由某些管道跟你们再续前缘。我也很清楚我不签这纸合约我的人生可能会走得很顺遂，就像我一直讲的，就是我的第二选项，我人生的第二选项，我会走得很 safe， 可是我觉得不签下去我会后悔。这样就有时候真的是心里的一种感觉。最近也有类似的感觉，就是因为有人跟我说就是最近他有这个困扰，我觉得如果这个困扰我还留到六月才帮他解惑的话，会不会这个机会已经溜走了，所以我想说赶快在直播里面讲一讲好了，原本想要一对一讲的，可恶。这样讲有点小自私，不过真的谢谢你在这里耶。阿潘不会后悔其他的吗？也是牺牲了一些东西，牺牲了很多啊，我说真的，早上想要牺牲的东西一定很多，可是你想想看，就算走其他路，我要牺牲的东西，就是我要牺牲的东西不一定会比较少，就是当我做出了这么多的衡量，然后想了这么多之后，最终问题还是回归到你想不想做这样。最终问题还是会回到这个，就是你想不想。可是那段沟通现在也换来了，就是就是我的父母比较，我的家人跟我身边的朋友比较能够去了解我的选择。我当初根本不知道我现在会有那么多粉丝，好不好？吓坏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MC 变成这么多人，吓我一跳。顺从你的渴望。阿里嘎多。什么满是伤痕脚疤，不要因为这种奇怪的东西入坑。都是我努力的结果，阿里嘎多。阿里嘎多米娜，等一下，不是应该我灌你们鸡汤，怎么会变成你们在灌我鸡汤？哪尼不行，不能这样。我决定要多喝一点草莓牛奶，把自己喝饱，就不用接你们鸡汤了。倒灌，海水倒灌你。
哦，我跟你们说，我超喜欢喝这个，我又安利你们饮料了，我又安利你们饮料了。好，我觉得你们不用，我应该不用解释这什么东西。我虽然没有露商标给你们看，但你们应该知道这什么东西吧？我刚刚都讲了，是不是？啊，草莓好喝哎，又工商没有工商，好喝哎，我喜欢。它是牛奶，牛奶健康，牛奶好喝，括号调味乳。说它化工味，相较于其他草莓，就是便利商店卖的草莓饮料是比较没有化工味的，就是你想要喝一点草莓味这样，但它也没有很浓这样。然后它里面有加鲜奶油，所以它把口感做得很真实。我只能说，这种便利商店饮料本来就是化工啊。便利商店的东西本来就是化工，化工，化工再化工。可是我觉得，嗯，不错，嗯，我只能说不错，我怕我说好喝，到时候又没了怎么办？真的假的啦？哎，没有啦，那个草莓是那个啊，季节限定啊，下架也蛮正常的吧？现在都几月了？三月了，不冷啦。明天赶快去买贝沙康，不会啦，那是他们家的招牌，哎，怎么可能会下架？啊，我还要讲什么啊？我想想，你们让我 loading 一下。我刚刚有想起来我要讲什么，但我又忘了，呵呵。然后我刚讲的那个选择啊，不啦不啦的那些，那个人今天不在啊，我想讲给他听，但他今天不在啊，咬死我，刚好不在。至于是谁，就不要问我了。小猪，那个人最近要勤快补档，走过突然被启发了一些，怎么啦？有什么我男阿咪都可以跟我讲，虽然我不一定能解决你的烦恼，但我可以陪你聊聊天。偶尔认真一下，偶尔认真一下。阿潘不是偶尔，阿潘不是永远都脱线的。虽然刚才你就在说话，喂，中文不好。拨开我的头发，不要再拿久别胜新婚出来讲，头发要沾酱哦。没事，我刚好拨开，我有在注意，我在注意。那个人应该会补档的，你懂哦。好，我知道了，嗯。看到阿潘感觉烦恼就不是烦恼了哦，这么会说话。
突然想叫一下而已，小猪你也太可爱了吧，感情问题是能聊的吗？我努力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没什么，应该没什么可以讲的。感情这种就真的很一对一的，这种东西真的很难讲哎。特别好现实，你说头发粘浆了，粘浆滑菜拿一下，男生不要。Hello， 师贤，好想帮你拨开。头发觉得饿了，不要啊！我忘记我问什么了。我要说啥、啊？喜欢告白被拒绝之后，应该有什么心态才是正常的？我没有告白过，超直接，露舌。喜欢告白被拒绝之后，应该要有什么心态？你可以有两种心态，一种是罗烂斗心态。又来，罗兰德心态就是，我跟你们讲，之前我有听过一个超好笑的理论，就是当一个人他没有跟你在一起，他跑去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有一种想法，就是他跟你程度配不上，他跟你程度配不上，是他去找跟他同等的人，不是。超糟糕，这个是罗兰斗士想法，就是这年头心意未必能传达，但先弄标注一定使命必达，来来来，这个蛮好笑，我之前听我朋友讲，我笑到快死掉。有时在社会的水流下，难免会麻木了。会吗？令我会麻木吗？我觉得令我的情感还蛮丰富的啊。为什么会可以去告白？是想要被我发卡是不是？分不清是安慰还是什么，但我觉得很好笑。另一种呢？另一种就是缘分还没到。另一种就是，也是乐观的想法，就是。时候还没到，或许人对了，或许时机还没到，也或许时机对了，但人不对，总会出现最适合你的。这样分不清是安慰还是什么，区区平民还敢笑想本魔王啊？啥设定？就是隔壁台语录吗？喂，谁谁谁，快来截图这个。这这么会讲话，这个根本是撩妹金句，撩妹金句，截起来，大家截起来这个撩妹金句，我现在指的这一句，有没有看到？今天没有延迟后，就这句，就这个人，我帮你们画箭头，我的手箭头，就这个撩妹金句。今天有上架新的狼人杀，等等有空或许可以聊一下。不要那个，我自爆局，不要说。那我认真三秒可以吗？可以啊，但阿潘就直男，阿潘就不会应付这样的话。什么话我没看到，没关系，没看到算了。蒙面运气爆棚，那没办法。私こそ、ありがとう。こちらこそ。我还有什么特效可以开？突然想开特效，但是好像没有。我只有赛亚人，我不要当赛亚人，不接受。好像没什么特效可以玩，好吧？哦，我真的不记得我要讲什么了。
走吧，走吧，有没有什么想聊的吗？谢谢阿帕，每次来你这边常常都被你启发一些想法，真的很谢谢你。こちらこそありがとう。谢谢上庭来看我，开花花特效，你说这个吗？啊，开花花，开花花，开花花。阿帕是我北宋红豆冰小吃18。你们有什么想聊的吗？今天难得是比较严肃的盘，大概是因为睡很饱吧。今天真的睡很饱怎么会这样子呢？明天开广播，你们都配不上我啦。什么意思？为什么头目收留梦虫？哦，你说那个，那是梦虫自己乱说话，我快笑死！他不会被流放啊？流放他，流放，流放！不好意思，又在讲老梗。阿胖今天晚上吃什么？我今天晚上吃海草。海草，这个叫什么？一日野菜，和风海藻。好吃好吃，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全什么中心的全 B 中心的卤味们，一下子失去原本能见到的机会，还是很难适应，真的，真的，超难适应的，有种即刻失业的感觉。我职业就是去见你们，我现在直接即刻失业 ，Hello， 有种即刻失业的感觉，我会努力发文的，努力剪影片。让你们在家里也不无聊，一直心理不平衡，被抛弃了，什么意思？妈妈被转学加拿大了，什么被转学加拿大？妈妈不是被流放，毕业就失业，我现在一个失业状态，好失业哦，怎么会这样？哦，我没有在家里啊，要工作哦，对，你们还要上班。不要难过，阿胖会努力剪影片给你们看的。所以要珍惜每次相遇的时刻，是的。什么老沙刚说啥？默默被转去加拿大，等一下什么梗？看不懂，只好看你的 IG 获取能量了。对呀、啊，然后就是这种时候一定都是人心惶惶嘛。像我自己走在路上，我也会听到咳嗽的人，然后我就会躲超远，我就默默的、默默的、默默的，一直回、一直回。默默的走旁边，然后再走旁边，然后再不走旁边，再走旁边，那一定都是人心惶惶的啦。谢谢，怎么了？声音干嘛突然谢谢？吓我一跳。总之，啊，我突然想到我要讲什么，就是就是我知道有些粉丝他就是或许你很想要跟其他人搞好关系，那我觉得大家就是那个，就是大家可以好好的相处，大家一起当好朋友，一起追星，很开心。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也不会特别想要去
交朋友，就是他只是想要来看小偶像的，我觉得这样也很不错，就是人跟人之间距离要抓好吧，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大家保持一个好关系，因为毕竟就是饭偶像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不希望你们为了就是不希望你们是因为其他粉丝的关系而影响了自己饭偶像的心情吧。对，饭偶像重点是开心，又开心又来了，有没有听到指令？又开心，大家又开心，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用说强迫自己跟谁谁谁一定要是很好的关系，也不用强迫自己跟谁谁谁就是一定要保持距离什么的，毕竟饭偶像的重点就是在偶像身上嘛，对不对？那我看到你们，我看到你们之间关系不好，看到你们之间有争执，我也会担心啊，然后也会想说就是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但我的身份你们也知道，就是我也不是真的就是你们的朋友，毕竟我就是我是 idol 欸，对不对？自己讲好奇怪，对 the idol 就我是 the idol， 所以就是还是希望看到我的粉丝们是开心的，这样不小心被口水噎到渴了一下就被异样眼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了，对不起怀怀，怀怀你哪天在路上遇到我你咳一下，我不会躲你才有鬼，我一定躲你躲超远，没有开玩笑的。但我现在用自己的开心，然后看着自己的推站上舞台上叽啦叽啦的更开心。你也不要太被这件事情影响到，我也没有说真的被影响到，就是会担心吧，就是会想用要用什么方式让你们开心起来吧。搞那，可是现在也没有活动啊，你们都来的。我是爱豆了耶。不过如果我们反过来想，我们配不上好多人，那你干嘛你信呢？那你如果觉得是自己配不上人家，你就要把自己变得更好啊，有没有？你被人家甩了，你就是要把自己变得超好，然后人家改天在路上又看到你，你怎么变得这么好，对不起，我当初不该拒绝你的，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讲，哼，谁叫你看不出的。不是啊，不是就是要抱这样的心情吗？人不可以往后看，人要勇往直前。就把叉子丢掉了，我还有卤味没吃完呢。然后还有什么？哦，就是我一开始不是讲了一个让人有点伤心的小故事吗？那个故事会特别讲，不是想要彰显些什么，只是想跟你们说，就是今天你们如果跟谁起争执，我现在啊，我的状态是就是。我也有那种以前吵架吵得很凶，然后甚至是别人极度讨厌我，然后还拉着别人一起讨厌我的那种孩子，也在我人生中出现过不少次。那到最后我还是会想办法跟那个人握手言和，也不一定是那当下的握手言和，我会在很多年后，甚至有最近我才跟一个以前吵架吵很凶的同学，我们好不容易最近这几天才说开。对，那就是比较像是我主动去把这件事情说开，因为我刚开台的时候讲的那个小故事，所以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不需，就是真的不需要走到这么绝，或者是你跟他吵架之后，就是原本你们之间可能有友谊啊，或者是其他什么感情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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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可能是什么吸引 you 之类的。那如果有一天就是也发生了那样子遗憾的事情，就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我的状况就是，如果真的跟别人吵架吵很凶了，或者我过了几年之后，我还是会想办法把它讲开，这样。
我跟我跟罗兰多什么很像，对，罗兰多后面还要加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的个性，我的个性真的是那种，就是我有话直说，我不会怕别人讨厌我，因为本来这世界上就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我，所以我会很努力的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就是我真的觉得不开心我一定会说出来，比起你这辈子一直梗着然后一直不说我很讨厌你，然后梗了一辈子每次看到他都讨厌，还不如你直接告诉他反正他也讨厌你了就算了嘛，你也不会损失什么，反而你把话讲出来还是 skitty star skitty star 这种感觉，我是这种人啊，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的个性，我知道就是在社会上绝对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情，我自己当初我自己当然也是有所保留，但就是不完全是在讲这件事情，是指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如果你跟这个人吵架，那你觉得你有对不起他的地方，或者是你觉得他真的哪一件事情冒犯你了，然后你还想再跟这个人就是握手言和的话，你一定要去把这件事情展开，我觉得展开你自己心里会好很多，喜欢你的感觉是直接讲出来的啊，在我又没有盖白过，出社会真的很难直接，对啊，我真的是属于那种不讲然后会把自己憋死的那种人，所以我还是会想办法讲，就是用各种曲折的方式绕远路多嘛哇哩，就是会想办法把那个感觉讲出来，就是我以前真的是那种橡皮球，就是我刚讲橡皮球，之所以我学姐的朋友会跑来跟我讲，就是因为我真的就是橡皮球，我就是那种橡皮球，刚刚我朋友也来道歉了，什么东西，我常常吵架都把自己有错的部分先道歉啊，黑皮肉真很好啊，有啊你有啊，我剪辑下来什么东西，你说盖白吗，先不要，我怎么知道你剪了什么，先不要，真的没必要吵到老死不相往来，对，真的时间让人更有余力检视事情的本质，是的，偷妈妈的，不过阿潘真的是去看粉丝 IG 的人，我还脆弱的一面都被你发现了，我觉得说这样其实很奇怪，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可是一定都会有相似的地方，不是吗，一定都会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我自己发生的事情也会套用到你们身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就是你在网络上面然后看那种什么什么心情小雨什么东西，我跟你讲我从来不看那个，我从来不看那个，我从来不看那个，唯一信仰就是罗兰多什么，我从来不看那种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自己去领悟吧，互相借鉴，没错，小雨出来不是小雨是谁，对，多爱罗兰多，罗兰多什么真的很会讲话好不好，你在看我那篇 IG 动态我也是吓到，我觉得就是没事会去看看吧，但我也不见得会真的放在心上，我说真的就是大家不用在意说什么你 po 什么内容会影响到我的心情，我觉得还好，对我来说都还好，因为那些事情真的就不是我去生，就是不是我去身临其境，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说我懂你们，我绝对没有办法，就是没有那一天会是我去跟你们说我懂你们，我不可能会懂你们的，因为那件事情永远不会是我发生的，可是我只能用我相似的经验然后去说说话，然后陪你说说话，然后你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然后会让你自己好一点，把你橡皮球里面的气放出来一点点，我也不一定会吸进来，因为我吸自己人生当中的那个气就已经吸很多了，我这个橡皮球本来就已经是爆炸边缘，所以我也不可能会吸你的气，所以大家就不用太在意，就是
太在意说就是什么事情跟我讲会不会为我带来困扰。我跟你说我不会放在心上。今天阿潘的鸡汤很深奥，对啊，感觉很近其实也是遥远，但这样的距离恰的好处，对啊，就是你们其实真的也不算是我的朋友，但是是我会去担心的人，所以我还是会想办法解决你们的困扰。要为别人的人生负责，通常是求婚。对，我没有那个意思。阿潘会看小盒子吗？成员的小盒子我会看，就是说，哎，今天又有人标我啦，那个数数字的游戏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卢娜一直放。你们不要一直注意我的卤蛋，吃下去生气。光到好饿，大家吃起来。迷因偶像 BNK， 真的我是从那边来的哦。数字还在增加，我这边是61耶，我还没发就是了。怎我不会噎死，不要乱说话，什么抓番石机子。你的好奇剑有还债吗？有哦。感谢金汤招待，我个人记。
就是刚好最近看到了一些事情，想说来讲讲这样。被你关到我先不要。总之今天的鸡汤希望对大家来说是有用的，忘记拿镜子了。换个歌。今天的小火慢炖，对啊，今天是小火慢炖，还加了一点卤味，加草莓牛奶，再加沙拉，听起来是有点恶心，是汕头鸡等级的，还被卤蛋晃到很饿，觉得今天也不算是真的什么很大一碗的鸡汤，比较随性一点吧，今天的鸡汤比较随性一点。我们家乌骨鸡卖比较好，还不太习惯翻平刘海，我还在等它长长哦，它长得好慢哦。这个唇膏涂完都会这么红，我要去把它抿掉，超红，超好笑。说那你都擦掉啊，这个真的超红的，那只狗那只狗在那里哦，可是擦掉之后就是有点雾雾的，这样我觉得蛮好看的啦，至少最近都是用这个，而且比较不容易掉色，我觉得香菜籽是什么东西，迷面纸，面纸五十收，先不要。嘿、hey, 我先把这个拿去后面放。有哟，今天有要还债。今天有要还债的，有有有。还债喽。什么小猪？为什么要再见？不，为什么要再见？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再见？还债日常，对，我这还债日常，我就是各种欠钱，不是欠钱啊，各种欠债，各种画画。面子我出五百收，先不要。总之，最近就是活动取消了，一定让蛮多人都蛮受打击的。对，我看这边也蛮受打击的。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咱们就是共体时间，大家一起加油。这段时间一定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一定都没有想过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最近可以好好的审视自己，然后好好想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还可以做什么，像。我就一直在想说，就是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你们感受到阿潘的存在，然后方式可以就是给你们平凡生活当中一些慰藉，就是就算没有活动也有办法给你们一些能量，
那大家也可以想想看，在这段时间之内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在家里就可以做，可以去充实自己，或者是有办法用这种就是在家里也有办法想办法就是让自己的推感受到自己的推，我讲的好深哦，就是让自己的推感受到自己有在推。超绕口，超绕口，我的天。回到这样的喝鸡汤，好喝好喝，大哥辛苦了。很多方式呢，科技让我们零距离，真的科技其实还蛮零距离的。我想哭，乖乖小猪不要难过，只能用很小的方式，不然踩点在家里运动起来啊，中文深奥之处。大家可以多写信啊，写信啊，没有了。还是什么深写真买爆啊。踩点发下去给你们看，踩点我觉得先不要，哎，真的还蛮危险的，就是现在真的就是大家尽量的不要出门会比较好，我觉得。施压一波，写信是一个方式，大家可以自己想想看啊，因为像我见不到妈妈，我就是真的见不到了，然后也没有办法说常常写信什么的，因为毕竟国际信件嘛，是想怎样？是国际信件，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想想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啊，或者是粉丝之间也可以常常联络感情，不是吗？去空旷地区应该还好哦，这倒是一个方法。哦，我要放寒假了，不知道做什么。哦，原本有很多行程，原本还要练习什么的。姨妈，请你哪里啊？我们还计划去高美，真的假的？粉丝感情好，就是防疫最大的漏洞。哦，好可怕！大家先不要。我们隔远一点，粉丝每天都在联络，每天都在闲聊，笑死。哎，对，我要来还债，等一下，找个照片。瓦尔先放阿罗法的《哈兹梅德诺霍西诺伊索》。初めての星。其实这没有很好画，因为它每件 design 都不一样的感觉。很突然的就开始还债了，有的粉丝每天赖语音通话，真的假的？我已经去高美回来了，我乖的。我们粉丝很多可爱有趣的群组，祥玉看来就是最大的乐动，就是你们啦，你们在快乐帮。画画猜谜是怎样？早上醒来就都九加，真的假的？你们感情也太好了吧，可爱。我不知道妈都要画谁，不过就画个阿潘吧。阿潘想不到可以画什么，阿潘想不到可以画谁，就画个阿潘吧。Yes， 就是阿潘。也不知道哪一天有没有机会穿上这种制服。有那些歌期待呀，越多，诶，怎么画呢？哦，又来了。哦哦哦哦哦
滴滴滴滴。是的。怎么了？啥啥啥？我看不出来衣服的构造啦，这是侧面的。怎么办？看不出来构造啦，尴尬。我真的看不出来衣服的构造，我完蛋。决定上网找资料。防防。不要被歌曲制约啊，周同学，来不及了，这个真的很容易被制约。谢谢阿尔法送能带你去流浪，等等我，我找别的图片支援一波。觉得潘在路上听到这首歌也会被制约，会，我在路上被制约的歌非常之多。我跟你说，我只要听到会跳舞的歌啊，或是会唱的歌，就会被制约，很可怕。就是我在路上，然后听到 Twice 的歌，是会跟着跳的，所以一定要开跳。好像可以放大哦，看一下，我在网络上面找照片，然后把它放大，如果看得懂就好了，如果看得懂我就神了。每个人知道，硬要 ending pose。想要那个是看得清楚啊，每个人的衣服设计都不一样，好特别的一套哦。哦，我知道这是哪一首了，哈哈哈哈哈哈哈。这首很毒哎，这样讲好奇怪啊，反正这首很毒。等一下，里面是什么衣服啊？我没买鞋。哦，看懂了，看懂了。是
高三的，他的衣服设计跟陈安内是同一个设计。我看他的好了，他这件比较明显。我真的哭，快点呢！莫得，谢谢令广上的告白气球。啊，边走路边看鬼灭，不说了。那个遇到我的当事人，可能很想打招呼啦。那个遇到我的当事人好像很想跟我打招呼，但我在看鬼灭，鬼灭那塞。他有没有很想跟我打招呼？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只有跟我说我有看到你，你是不是穿那样？然后我后来看到我就吓到，超好笑。另外一边好像是同一个设计哦，太好太好了，是对称的设计，说好吧，嗯。细部的设计就看不出来了。里面总之是有一件内搭。其实放 NMB 就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会有一种他们衣服就是好像就只有那几件那种感觉。我记得之前在 Bingo 上面他们好像也有吵过，就讲说为什么我的衣服就这么少这样。说 NMB 就只有那几件衣服，一直在穿一直在洗。然后说每次观众都讲说怎么用这几件这样。然后后来七妹斗就出来评反，是七妹斗就出来讲说我们一年就那一件，超好笑，那一集超好笑的。哎呀，很久，超好笑。等一下，他很哀怨吗？等一下，他对这件事情很哀怨吗？所以是我的问题耶，对不起，我下次不看鬼灭了。鬼灭我追完了，不会有这个问题了。等一下，他哀怨的是他遇到我没有跟我打招呼，还是哀怨我在看鬼灭？这两个哀怨是不一样的哦。好像手上没有什么，哦，有手环，有手环，吓死我了，差点就没画到，好像就差不多是这样。细部花纹就没有办法画得太仔细了，因为它设计还蛮特别的。嘿，对，压力我，我看一下这张图有没有。好像没有イヤリング。好，就这样哦。嗨，こういう感じかな？没办法上色，因为它是银色的，它的衣服是银色的。他是觉得好笑是吗？也没那么夸张，我指嘴他的。他还是希望能穿很多好看的衣服。但是觉得好笑，至少我听到的时候是当笑话讲的。那就好，嗨，ありがとう。镜像啊，对哦，忘れた。嗨，虽然这件阿潘没有旁分。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又被歌曲制约，完蛋，很想跳。我想跳，我想跳，我想跳，我想跳！忍住，忍住，老板，自己都爱搞应该呀！喂，被制约了，谢谢老板。好糟糕，我被歌曲制约了，我真是糟糕，真是糟糕。
嗨，接下来要来画上次的前三名。在哪一张计时了？我才不会跳呢！你们已经都知道我会立什么 flag 啊！我每次我才不会跳的，然后就可以跳了，然后完就跳舞了，真是糟糕！不行不行，忍住忍住 ，Come on step。才会很轻松，别忍着，会憋到内伤啊！赶快换歌，赶快换歌就没有这问题了。换歌就是现在，要换什么歌才不会跳舞？完蛋了，每一首都会跳，是不是我问题啊？这个应该还行。可是这上次唱过了，我们没唱过的、啊。有歌词吗？可是这个 rap 我不一定会，完蛋。我不会唱Emotion, looking for love, hate, or venture, 我都没 than the human nature. ハリアリの中みたいに移ろい消えてく定義を教えようか Please teach me, just maybe 過去と今がオーバーラップ時間経つと怒りを大げさに叫んだ嬉しさなんて感じる前に腹ぶれ切るよ High boy, so what if I like さあ戦う俺を騙せ抱きたき革命起こそう Show me now, show me now, be on the world さあ Apply so heavy to go back 絶望の誓い Yes, here we go说不会唱就是会唱，说好不要被制约，对错我又被制约。话筒，完蛋，话筒，不能唱。我啊，上次的前三名，上次的第三名是傅伟，这是不是我第一次画图给傅伟？天，是不是？傅伟希望我画什么？西天的指头，完蛋，不行，画图。皮哒啦啦，完蛋！好想唱，讨厌。完蛋！好想唱。不行。等等等等，头贴什么？开题，给我头贴看撩妹金句。誰にも負けたくない高いガード奢ってく誰にも邪魔させない全てをこの手に掴むまでSu, 刚刚那个 yeah, Su. 多么几次でも必要だって思えるように High boy, so what if I rock? 戦う気を試せ完蛋，我要画什么？傅伟，你加 M 啊！不然我要继续唱下去，完全就是被制约的状况啊！快乐It's gonna stay, yes, here we go. 掴む梦
是那么一点，我的脸色我的模样，那次了 Always on my life。 副委不在吗？那我要继续画阿尔法的咯，阿尔法阿尔法阿尔法。还是你要华康少女体？华康少女体怎么下载啊？手机要怎么用华康少女体？怎么回事啊？好像不在，那我先画阿尔法的好了。阿尔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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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思考了。对啊，还是要先给北原，我先画北原，然后你慢慢想。You and me, only you and me， 见面就笑嘻嘻，和你就这么神奇，在一起，恰恰恰，蜂蜜加花蜜，我不会唱啦，我找一下啊、哦，花蜜，恰恰恰恰死你。这很可怕，怎么掐死你？什么东西？什么奇怪的歌词？等一下我听了这么多次才发现吗？记不记这和谐一起，积极又不积极，新记忆猴子穿新衣，恰恰好适合你。飞到青草地，我们坐飞机，飞机一两片才可以，恰恰还要相依，恰恰恰，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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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的诡异，在花丛里。请问这首是什么歌？西西之歌没有？这首叫两个恰恰好。恰恰恰。这首歌叫两个恰恰好。刚刚有一段歌词叫做如果你四处采花蜜，掐死掐掐掐掐死你，吓死人，什么掐死你啊？吓死了。那要画蓝白制服，好啊！哎，我还没有画过蓝白制服吗？说难的，哦，对耶，那是我签纸笔，所以才画到蓝白制服。嗯，我觉得好像画过。要两只才可以，公的鸡。等下我唱哪了？恰恰好生小鸡。继续画。什么鸡？还有天天不在，不然他又说我让他想起这首歌。印象中小菊画过，三丹画过，那我画蓝白制服。我总觉得我好像哪一次画过蓝白制服，但我忘记哪一次了，所以我就还是画吧。忘记这里有没有蕾丝了，就当作有吧，耶、忘记我哪一次好像真的有画过这套，但我真的忘了。
真的忘了。扣子。妮妮看换装的时候最崩溃就是换这套，因为它那个扣子很难扣。只有妈妈的歌曲不会让我被制约，因为我不敢唱。我男神歌我不敢乱唱啦。染烫没画过，错过。蓝白格子，我看一下它的格子是哪种格子哦。打开我的 IG 看一下。谢谢灰羊送的荧光棒，还有玫瑰。Hello AB 回来。Hello 米手 ，Hello 贵仔。我男神歌不敢乱唱，只能安静欣赏。忘记画画回来了。好久没画玫瑰花，好天啊，玫瑰花怎么画？好像是这样，这样好像还行。有点小忘记玫瑰花怎么画，我凭感觉画画看。行，我男神歌太难唱，我还是嘴巴闭闭。顔を忘れた。では、ハード、チェックは、チェックはどのような？チェックは、こういう感じかな？こういう感じかな？我画个大概的感觉哦。然后花的地方就直接上色好了。ちょっと細かい部分多いな。
么？海金字。阿潘，你知道我今天在干嘛吗？在想我啊，月月。在想我呀。自己说。还是不是？月月这样跟我做同一件事情，你们很会哦。它好像有混一点点红色进去哦，这个结果。那个，こういう感じかな？こういう感じかもしれない。我画格子啊，永远都是凭一种感觉。就是哦，这个格纹好像是长这样，好像这个感觉。嘿，姐，可以吗？固定。等一下，这样黑笔把轮廓勾出来去就可以了。で、最後は暗い部分もう一度描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待っててね、もうちょい待っててね。はい、こういう感じかな。で、チープとかを入れて。で、目は緑入って、青も入って。黒を履いて、はい、完成いたしました。はい、こういう感じかな。バイバイバイ。Hello, 暖风，可以干净干净。啊，我 check。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宝宝。呀嘿，嗨，近一点看的话是这种感觉。こういう感じかな。こういう感じかな。バラの描き方を全然忘れてたんか。突然变成肥子的讲话方式。肥子肥子的。オッケーかな。はい。希望本人会喜欢。那制服画的我都快要以为是真的了吗？真的吗？可是我只有这三只画呢。喂，はい。希望本人会喜欢。はい。阿凡です。阿凡です。
肉得送送降落伞，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在 fly 吗？因为我在 fly。那个在了，米小小，在了。香菜？什么什么香菜？为什么突然讲香菜？哎，比出来！你们看天使下凡，喂喂！月月怎么突然开始讲土味情话？怎么了？你在摩擦摩擦什么摩擦摩擦？你这么想听摩擦？我是不是太久没有唱滑板节？你们以为你们躲了掉滑板节是不是？以为可以把我家给汉娜比听完是不是？你们听不完的。阿潘几岁？阿潘22岁哦。你只有你才的，可都是你只有你才的，耶！土味情话起来吗？跟上次一样。你只有你才的，可以改天化成人版本吗？不行。我以为我今天是这么温馨的场合，结果下一秒就变成滑板鞋。我看到降落伞临时想到的，棒！这么会讲话，但我现在还记得，真的我快要练起来了。嘿，那么阿尔法想好了吗？温馨场合被我一唱，被我一句打两摩擦打爆了，没错。我的刘海还是没长长。阿潘，你知道我今天在干嘛吗？上班。不要，不要这样迷死我乖啦！在警局做个。想好了，当然是 NMB 主题，没关系啊，时尚时尚最时尚。摩擦摩擦，摩擦。那其实烤面筋也不错，不要不要烤面筋。米手发出了上班族负能量黑龙波。我看你呢，最近很喜欢看一出少女漫画，叫做《拂晓的尤娜》。拂晓的尤娜，你们有看过吗？它其实写成汉字是阿嘎茨基诺尤娜，阿嘎茨基诺尤娜，好像是这样写的，阿嘎茨基诺尤娜。阿嘎茨基诺尤娜，又怎么写啊？又是这样写吗？ヨナ？アカツキのヨナ？これですか？アカツキのヨナ，我觉得很好看，是难得会想看的那个，就是类似古装吧，有点，就是有点架空，我喜欢，反正我觉得还蛮好看，是长篇，所以大家可以追很久。然后有一点点主角威能，但好像又有点没有，然后有点像后宫番，但好像其实也没有。片甲，对啊，有点古装。然后来放什么歌？怎么办？我听完了摩擦之后，突然什么都不想听了。阿尔法想好了吗？马格达阿爹来郊游，啥那款式的阿潘？哎，还有马格达，马。嘿 ，OK。
的，开工。感觉好像可以哦，都画个马尾好了，因为闪亮念在这个 MV 里面也是马尾。这又搞我的马尾是绑哪里啊？突然想不起来，太久没有绑马尾了。突然想不起来自己马尾是哪一边、啊，超好笑。现在在找资料，边找资料边画的状态。领子的地方是有点蕾丝的感觉。僕だけの世界になっちゃう。もう止められない。糸を純粋に Wanna be free. This is my time. 僕だけの世界。目先は未来。息を吹き返す。本当の自分。This is my life. I wanna know, know, know.ここはリースだよね。で、ここは青のリボンで、で、ここはなんだろうこれ。ああ、ただのレース。ただのレース。いいじゃん。鼻から。感じ。好吗？好哟，阿里嘎多，天秀桑，自己想象对话，好伤心哦。我其实到现在还是有点无法想象，我上次已经见过天秀桑这件事情，好无法想象哦，我已经。见过小野贤章本人了、欸，好无法想象哦！因为我那时候完全就是抱着，就是我今天要去见
那个尼古的声优的感觉，然后就是觉得好像不是去见 Onokensho 桑的感觉，然后最近有种就是最近还蛮 Onokensho 深坑的状况。我不是说那个吃臭豆腐的深坑，我说就是最近很喜欢 Onokensho 这样。幻想的感觉吗？但令我说的原像就是有种太梦幻的感觉吧。而且那次其实离得很远，就是我跟雨苗跑错舞台，就是他上次那个是动漫节还是漫博吧，然后那次来，然后我们跑错舞台，然后就变成在很后面看，其实也没有说真的很远啦，就是还是看得到人的状况，可是这种心情在哪里，有种无法想象的感觉，就是其实我已经见过这个人了。有点难画啊，天哪，这个全宝是啊，可有干干啊。中间的裙摆好像是短，记得是旁边长，中间短。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从 AKB 和 DEDO 毕业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么漂亮的衣服？いつか卒業が来るんだよね。あっという間な時間だよね。で、ここは、はい。这个花柄就是有点难表现哎，怎么表现得起来的都？表现是多做多难为呀？可以，你可以。好，我觉得先不要那个，因为是花纹，我觉得很难。这么穿的话题，突然想到啊，上次画小兰是二月中，原来已经画过了吗？臭豆腐自己 Q。还六班 QQ 什么东西啊？六绿了什么东西？你们在干嘛？大家好，你当家好，笑死！嘿，我又干这个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希望阿凡会喜欢。这套真的好看，对啊，喜欢，喜欢，喜欢。三六五，三六五。现在想还是觉得很不真实，三年已经毕业了呢，其实已经很久了。谢谢 Plus 送的掌声鼓励，超级感伤，谢谢啊，一定是因为这个 BGM 的关系，有在现场看这套真的爽啊，
我没有看过啦，吵死了，我的塞脑麦，我的塞脑麦。压住上下巴了，我没有上下巴，这样挤也挤不出来，哼，我还没有肉，好不好？不用担心，你的神推不会有一天会被拍出，不会有一天被拍出那个双下巴的，不会有那天的。决定来放这个。やっぱりグスキー。然后再来最后要的话，不对，副委不在，那今天的债还完了，可以用画的，不行。で、今天的 Elastic Corner 就到这边为止，耶！哇，我债还完了，才没有，耶！副委来了，喂，副委，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难过，嗨，副委，你什么 flag 啊？他气死我了，嗨，副委希望我画什么呢？立什么 flag 啊？哼，臭滑板，哼。永远都会延伸新的债，各种还债。青蛙，青蛙，嗨，青蛙，青蛙，青蛙，看到他过得很好就觉得开心。对呀、啊，我看他头贴应该人仔，有可能是挂来听。话说那个，你们知道 HKT 那个 HKT 的那个新的 center？其实我真的蛮喜欢他，就是我之前好像从前几支 MV 就一直觉得他很可爱，他很可爱，他很可爱，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然后这次宣布了 Santa 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叫这个名字哦。你看我雪亮的双眼，bling，雪亮的双眼，他超可爱的。那个我还在，你在吗？谁打我还在？我怎么看不清楚？等下阿芳刚好银眼干干的，青蛙。笑死，很可爱，对啊，很可爱的，啊，真的好喜欢起来录，戴毯子可可爱，可可爱，等一下，副委好像真的在挂听，好，耶，今天的还债就到这边这个段落，多想把白板收起来，耶，就到这，阿爸小心咪手会冒充青蛙。什么？怎么可以这样？我决定来画一朵玫瑰。我很久没有画玫瑰，都快忘记玫瑰怎么画了。玫瑰，我以前很喜欢画玫瑰，不是我好咩？逃避啊，逃避起来！前一秒才说那个今天那个原本鸡汤说阿潘不可以再逃避，不可以帮自己找借口，下一秒立马逃避，我快笑死。根本没还清债务，好不好？只是把债务延后了。希望我不要利息哦。哦，小西瓜呢？我好久没有画玫瑰了，我都快忘记怎么画了。怎么画啊，玫瑰？哇啦的，難しいな。突然想画个玫瑰，我以前很喜欢画玫瑰，也不是玫瑰吧，以前画蔷薇，虽然长得还蛮像的，就是你们都知道以前有一个叫恐怖美术馆伊布的游戏存在，对，那游戏参哥也曾经玩过吧，参哥也玩过吧，我记得，然后参哥玩的时候还蛮激动的。可是我看的是一个叫委员长的版本，然后后来在网络上也突然找不到了，好像就是 Kstar 这样，就是多高莫 Kstar 这样，所以就找不到党员。就是以前是看他的版本，然后那时候很喜欢 Ebook，
所以就画了很多衣服的图。里面不是有个大哥哥叫做 Gary， 女神大家都很喜欢那个大哥哥。然后我不是有一套红格子裙吗？然后呢，那阵子就是很喜欢衣服，所以就去买了红格子裙，然后也买了红色的领带，就是各种喜欢衣服这样。可是又不想被人家觉得是在 cos， 所以就买了类似的东西这样。从以前就是隐性宅啦我。也是蛮好听的，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喜欢社长哎，为什么？社长明明也是一个很好的角色。现在在随意画，我现在在随意画，请不要太在意。画不画成功就是随便啦。玫瑰这种东西最难画，就是它的花瓣很多，然后每一片都长得很不一样，所以画出那个那种感觉其实蛮难的。我也都是画个大概，我还没有认真画过玫瑰，因为我觉得应该会画到想死吧，画到崩溃，然后就直接人生 game over 这样。これはこれ。だね。可是我也没有到特别喜欢玫瑰，我觉得，就是我不喜欢太哈那干了那种。没有喜欢那种特别华丽的东西。比较朴实的人，也不是说不喜欢玫瑰就不朴实啊，就是比较没有喜欢这么华丽的东西。就こんな感じかな。表现出那种花瓣有一点点皱皱的感觉，其实还蛮难的。嘿，こんな感じかな。笑って。ハロルカ。参考图是美玲吗？你说看着美玲，然后想象花瓣怎么画吗？也太难了吧。哦，好奇，参考是什么？就是 Google， 然后打玫瑰，然后第一张。ルカこんばんは。みんなルカ来たよ。みんな。相遇。ルカ来たよ。如果涂一点绿色没事，想打架是不是？ルカちゃんこんばんは。这好像着色板画的范本，才不是嘞，有这么夸张吗？随意画的呢？就是我就是画。画玫瑰的话其实有一种方式，就是画平面的话它其实是先画出一个花蕊，然后你在画花瓣的时候就是每一片都画的不规则，然后这样一片接着一片，然后再往外延伸，这样就是一层包一层的这种感觉，然后看哪里有缺花瓣就加上去的这种感觉吧，然后最后再一个大的，然后一个超大的，然后结束这一切，然后周围再加一点点小的，然后中间花蕊要画的像一点啊，不然会看起来像一坨卫生纸，大概是这种感觉吧。简易版玫瑰这种感觉，然后在旁边画个树叶什么画就会很像了。
这是简易版玫瑰画法。安定加班中哦，对啊，为什么加班了？高丽菜馄饨什么？高丽菜馄饨没礼貌。バラですよ。あのあれなみんな。嘿，こういう感じかな？简单版的这样，只是高丽菜，才不是高丽菜，才不是高丽菜，キャベツじゃない。有那种层次感，是的。大家都很会想象的，我看稻香绿豆糕，又绿豆糕，大家有雅量知道吗？左下战斗陀螺什么战斗陀螺，烦死！你说这个东西，你们就看这个，然后给我想象成高丽菜啊？怎么看越看越像？怎么办？越看越像高丽菜。高丽菜等下就出来说找我吗？菜菜等下就找我吗？で、今日のイラストコーナーはここまで。はい。乍看是玫瑰，细看原来是高丽菜，好像棋盘似的。谢谢本人送的康乃馨。怎么了？我一直都在呀。高丽菜，你还拼错？打什么 ？K O T E， 它不是，它是 K O L E。啊，哎、欸，慢点，慢点，哎、欸，今日哎。欸咦、欸、啊啊！忘れた忘れた！待って待って！忘れた！私忘れたのじゃな！忘れたのじゃな！どうしよう！お疲れ様、結構遅くまで配信してるね。ごめんね、ルカ。私なんか毎回毎回。こうやってて真似しないで真似しないで笑い癖私の笑い癖です。怎么办？我好像没有本场榜耶，我很认真，我每次都找不到那个东西。やばいやべ、今回は本当にやべえっすよね、本当にやべえっすよね。どうしよう、どうしよう、どうすればいいの？今すぐ Google Play。是版本没更新吗？我登进去看一下。为什么？不，やべえ。今回は本当にやべえですよね。やば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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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やばい。どうしよう、やばい、やばい、やばい。没有更新键、やばい。やばい。もう更新したよ。あら、ないっすよね。あら、あら、どうしようかな。あら、麻烦你们截图了，跪求，跪求截图。肥宅音又跑出来了，我不知道，要我跟你说排名吗？好。没有，我已经更新，他没有更新键可以按。等一下，平板是有点年代，不是。麦萌萌混过去，哎嘿，哎嘿，得别了，可能不支援了。等一下可能，别人用装可爱，萌混过去，等一下可能。やばいよ、みんな助けて、お願い、助けて、どうしよう。可愛给过不是吧？还是我不好了。
要杀要杀，你看叶子杀。开开杀，开开杀，呀呀！开心，我做了一件事情，拿我妈的手机过来就对了，耶！来念宝喽，今天第15名是北原的分身一号，耶！分身一号，再来第14名是青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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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蛙。再来第13名是阿贵仔，再来第12名是那你那你为什么是可达呀？难得哎，难得哎，难得。谢谢勋，我们是初次见面吗？勋，谢谢勋，ありがとう。然后再来第11名是慧香，慧香是慧香，哎胖哎胖赞。再来第10名是 Lay， 阿里嘎多 Lay， 阿里嘎多。再来第9名是怀怀，谢谢怀怀，怀怀你在路上咳嗽，我不会躲你的，大概大概大概 maybe 可能应该我还是会躲啦，呵呵。再来第8名是傅伟，谢谢傅伟，虽然傅伟今天应该是在挂停，辛苦了傅伟，下次我会记得还债的。下次准时还债。再来第7名是 Marty， 谢谢 Marty， 爱你个这爱 this。再来第6名是翔宇，哇，翔宇耶 ，Happy 啊，哇，酷棒，一天可以见到两个推，开心，喜欢，快乐帮。然后再来第5名是 Arrows 的大头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像那样子，那个撩妹金句，请这里找这样。谢谢 Arrows。 再来第4名是草莓酱，谢谢草莓酱。草莓酱今天是快闪吗？草莓酱是很早就消失了，对不对？我记得一开始有看到它。祥玉拜准，到底有几个祥玉呢？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呢。再来第3名是张水水，张水水，水水装起来，赞，阿里嘎多。等一下，妈的！我现在才注意到这只手机声音没有关起来，我听得到自己的声音耶，可爱呢。再来，第2名是本人神探，谢谢本人，阿里嘎多！希望你会喜欢我的蓝格子的图，虽然之前有画过了，可是这次应该画的比较好，我觉得这次应该画的比上次好很多。然后再来，最后最后第一名，第一名，噔噔。原来也是南波饭，我们以后可以聊很多南波的话题。我现在是蛮喜欢 Cocona， 然后就是最近那个 Dance W， 就是我还没有时间看他们的那次演出，就是他们在 live 那个 YouTube 上面有 live， 然后我没有时间去补档，改天补档再来跟你聊这个，可以不？哥哥，上次是要安利表演画的啊，是我搞啊，なるほど，那个吧，ミニカ。迷你锅，那是难播饭，好像没什么难播话题的感觉。国术现在有推谁吗？国术之前是以前跟我是推谁呢？现在呢？现在呢？你是推妹妹派的，还是推其他后辈？你喜欢卡里？哎，说难的，姑姑娜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姑姑娜很可爱。就是这不是有一整批，就是最近有开 solo con 的一整批人里面，我最喜欢就 Cocona， 喜欢 Cocona， 喜欢喜欢 ski ski， 这个可以哦。国术好多哟，国术到底推多少了？看国术的名字就知道，我知道他是马甲王啊。还有 Nagisa， 我喜欢 Nagisa 的笑容。我原本以为就是那个，就是在 Yuri， 就是 Yuri Senpai， 就是。手机歌之后，毕业之后，我以为他们会解散，就是 Queen Tedo， 我原本很担心 Queen Tedo 会解散，结果竟然没有，超厉害的。我也是喜欢 Nagisa 的笑容，就是我之前一直不懂为什么他总选的名次那么后面，因为我一直蛮喜欢 Nagisa， 而且我有感受到就是
就是我觉得官方好像有在推奈丽莎，所以就是一直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他总选名次没有很上面的感觉，然后后来才就是饭久了之后才注意到就是那个南波饭就是不花钱这件事情，嘘还有，那么啊十分了，那么今天就先看到这里啦。也有这期瑞有上封面，对啊，这期就是感觉就是也不是南波新时代，其实这一波已经推很久了，我觉得下次来聊南波啊。那我反正不跟你们本家玩了啊，我要死你卢卡扎，我要死你，诶阿斯达爱鲁卡吗，诶阿斯达爱哪里的多么啊，ぬかちゃんバイバイ、おやすみ、ありがとう、来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大家晚安。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鸡汤，虽然我觉得今天就是小火慢炖还加了很多奇怪的东西，希望今天大家听得开心，那么晚安，大家晚安，要注意身体健康。今天是个好消息，明天要量体重，可是好想吃抹茶蛋糕，多香，奶油米，奶油的，大家拜拜 ，Good night。